确定左腿先是吧？好，好，你给你跨下去。哎呀，对。给你跨个这个，这个，这个，继续。请你在这儿，跨上这个，这样，对。屁股别掀起来。十、九、八。七、六、五、四、退不下来，三、二、一，好，往前推，我数啊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，换一下。这个跨变化就是要伸直，现在身体。朝镜子吧，蹲住。哎，下面脚稳住。你觉得哪儿不顺？你觉得哪儿不适应？跨的位置对不对？再往前压了啊！好，这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。三，放正，二，一，好，收。哦，给你加五个往前多的那个力啊，五个，五个，五，四，三，后面脚稍微往后去一点，二，一，好，收，收，你去锻炼，已经极度的不舒服了，去。好，你俩快，你俩快，不用踩快，你俩去耗砖，你耗几个人就耗几个人，你们两个不用踩单快。踢，踢号踢号，这两个啊，踢加号，再踢再号，单腿都是五十的啊。你看你什么问题自己调整，先想一想。哎，对，膝盖在向外转开，再向外。看这里，屁股再往前推啊，屁股往前推，撑住。看看往前，再往前一点，再给你撕腿。注意脚腕，十五、十四、十三，正面十二、十一、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。三、二、一，好，换一只腿，去踢。夏可欣，如果你踢腿的时候全身都在动的话，你就选择躺地踢，因为全身都在动的话等于没踢，知道吧？对，身体就是你踢腿的时候，身体肯定要做固定的，你上身要做固定才去踢的，不然你全身都在动的话，你踢不了腿，才走，是无效的练习。左边跨，放正一点。十五、十四、十三、十二、十一、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六，测完，你尽管踩上去。你尽管踩上去，踩正，踩他小腿，他踩下来了，有什么用？三、二、一，上去，去跟他一样躺躺踢啊，躺地踢腿。这个就是撕腿，刚才就叫撕腿。我们这些小朋友他们是一周一课的，然后我们班只不过是加了一个基本功课，所以是算是一周两节，就是两节的小朋友会发现比一节的已经棒很多了，已经甩了他们了。你们也是七级的是吧？也是分人的呀，不是每个小孩都能吃到这个，就是愿意这个
喜欢这个的，有人喜欢这个未必喜欢这个老师，喜欢这个老师未必愿意练，大部分是老师他可以接受，但是这个训练他未必可以接受，但是又能喜欢又能训练而且自身能够吃到苦的小孩不那么多，不是那么多，不是所谓的苦，还有家长还要愿意觉得这一块我可以让他练习，我愿意让他练习的，这个意识加起来能促成我们这组小朋友能呈现出来很漂亮的结果，那是我们很欣喜的情况。就是你看有小朋友一站到至少他的线条是直直的，对吧？所以也是让老师看起来看整体看得大很棒，上课也认真，主要是老师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他们在那边也是能够完成的，能够就是自主进行，这一点是老师觉得特别好的。刘小婉来给你咨询，可以我们明天早上10:20还会有直播的，是基本功，你看也是小的，你看你这个腿放腿，哎，你说吧，你是不是那种回弓特别厉害的小孩？他基本上就是，我上次给你练完了，完了一周回来又变僵硬了，回弓特别厉害的小孩，但是压压吧，他又进步也挺快，但是就怕不练，一不练又回弓，来走，你这个腿有点像那个妙心瑶的胯呀。我们要新娘的胯现在已经好很多了，而且你站上去啊，你的腿没有多大力，来翻下去，好，蹬直，再蹬，再蹬，站起来啊，别低头，别低头，正正的，好，你的力和注意力放在腿的蹬直上和胯的放正上，不要想着怎么逃离我这个练习，你要越想逃离，你的动作就越歪，越扭，膝盖蹬直。为什么会低头？低头是什么动作？身体放正，你现在撕不了腿，因为身体太僵硬了，必须先去耗一下树杈，踢踢腿，然后再耗腿，耗完了再给你撕，特僵硬。你是肯定得早上，比如说这种小孩，如果他早上去面试干什么的，一定得去热身，反复热身到位的，他还不够，一掰腿都特别僵硬的，所以这样撕他会疼。来，下一个。对，你到老师这儿来之前，你是要充分的看下老师那个腿，看到没有？要学会充分先把自己给热身开，包括踩胯呀，不想踩到累。来，干嘛呀？两个人。马老师下周回来了，来吧，你们想他吗？想。你想他啥呀？叫我爱一起动起。哎，就是想爱一起动起的呀，安总，看见没有？我教你，来看看。我为什么这样动呢？是因为你屁股是呆的。你最喜欢抓老师的衣服了，然后他要往下抓，那怎么办？他领老师，你抓吧，我现在都不怕痒，我有时候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会怕痒？好，抓，没事的，蹬直。现在老师对于这个你免疫了，这个太多次。就是看细胞成分嘛，有时候那一片的细胞比较活跃，然后就一抓我就感觉哎呀，太痒了。来走，可能是早功吧，都不敏感吧，所以怎么压去？不对呀，你到这儿都疼啊！你们组再过2分钟，你们休息一下。我是撕到他了，他年纪还没撕，对不对？对呀。哦，等一下还有4个呢，只撕了2个，别的都选一次吧。我没撕呀。啊，我知道。好。那我表现越好。好，15、14、13。12，后背正一点，11，能加力吗？不能是吧？啊，松一点，松一点。10、9、8、7。我们机构不是上周在问那个事儿吗？就是，国家要求的统一校外培训机构那个监管，然后我们正式进入白名单，但是所以我们在这期间要准备一些资料，所以上个周四是正好上级过来检查的时候，那天我们也没有开直播，
你们位置在哪里？我也今天就来。我们位置在苏州，你确定在我们这个城市吗？确定在我们这个城市吗？我们在这个城市的话，可以找我练基本功。我们寒假有寒假特训班，寒假特训班。但是来走，蹲直，身体方正，屁股别歪着，正一点。脚也差不多25，那这个好了吧？这个腿就好。你左右腿差别怎么那么大呢？有时候就是右边比较灵活，像右手比左手长，或者说右腿比左腿长。这个长是你可能要很仔细、很仔细来看，是因为我们人的运动习惯都偏右侧，就是先右再左，所以你右侧更灵活一些，这是正常的。我是左侧好，右侧不好。那说明你腿这一块应该是左侧练的多一点吧？和妙心瑶分别进来啊，休息就是对我们在你在苏州。没练够，然后横叉还没练够，然后天天想练这些，所以我用课间时间给他练一下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学习学习。来，走，再来一次。好，停在空中不动啊。老师要保护，不要让他往这边下。他要练习停在空中的话，你肯定是让他下了，他要往这边下，安全了。叉腰来，小朋友。好，下，然后做一个那个侧耳翻，我看一下你侧耳翻什么段位，预备走。四点还不在一条直线上，我给你标下你的点是1、2、3、4。那么四点在一条直线就是手脚脚，就是两个手应该在这条线这儿，然后脚应该也在这条线上，落地的后落的那个脚也在这条线。
线上，所以侧乳翻是要求四点在一百五十线上的，明白吗？来走，你自己想好目标啊，你最后落点的话，两个脚落点应该在这里的，而不是在这里的。好，走，地住手，身体拔起来，就是你落地瞬间你要拔起来，你不拔的话，你肯定往下摔，对吧？或者是踉跄一下，走下去，再来。立住，再来。我觉得你的横叉还可以，所以你的侧乳翻应该开的度比较大，但是你前桥应该就不太够，因为你半腿刚刚特硬，你的竖叉就不够。是啊，预备，三二。你看，别动，别动。我没拉住你，没拉你的脚就一个这个，所以你要想练的就是从侧乳翻的一年级升到侧乳翻的三年级。你就要把它练到这个位置来，还是要靠侧腰力呀、啊，还有腹部的力呀、啊，这些力都要强，而且不要老低头，再来，往上，手是应该轮着过来的，它不是整个横上过来，它是一个立体的圆，不是一个横切面的圆，是一个立圆走过来，再来，你要让我教你前桥侧乳翻，我给你教黑仔细。万一你要不听我这个仔细的话，你要是仔细的话，你练得特别漂亮；如果不仔细的话，你马上就会了，但是你不规范，不好看。来，预备，走，上。好，松。准备一下前桥。这个我觉得这个练习不用一直练，一直练的，它只需要你去练腹部力量、练侧腰力量、练软开腿。回来，前桥。准备前桥，只要练这些东西。如果你想练技巧，那你去把你的力量练好之后，他就很自然而然。你看过去的小孩，他没有舞蹈学校，没有人教他，他自己翻出前，翻出那个侧乳翻、空翻，对吧？过去现在都当妈妈的、爸爸的，大年纪的，他们都可以，小的时候都这么玩的。他是你的体能够了就可以上。这样的，其他小朋友在这里看，已经看到了，没有办法。
好，你去吧，今晚你休息吧，来给他们撕腿继续。这小姑娘今年是六年级。六年级。六年级。六。这小孩六年级。唉。是的，我们小朋友来练起来，不要歇了，进门就不要歇了。该谁撕了？该李爱。李爱文。我这个镜头怎么就歪七八扭的？费力，费力。我想说，刘双啊，在学校他就穿件大衣，不穿羽绒服的。他穿大衣不穿羽绒服是意思就是他不怕冷，对吧？哦，他不怕冷。好，身体端正。哎呀，我这两个膝盖在固定你的胯，你知道吧？我就把我想象成一个搬腿机器人。我是搬腿机器人的话，我的腿要固定在你的胯这儿，你不能歪，不能扭。然后这个方向不太好了，站起来，站起来。希望有人找我吗？好，也是无效。好，你先坐。李亚文，你刚刚有点想哭吗？大声说，有点想哭吗？
没有啊，真没有。他们酷不酷我都知道，我们相处多少年了都。我们相处好几年，他们至少从三年级都在我这儿了。二年级就在我这儿了。他们跟小的那种，他小的都跟着我们了，我都知道他什么时候到。对，一二三条款。他们现在都四年级了，他从小班都跟着我们了，好多多久了都，走不下去。所以他的心理状态都知道的，他不会的，他晚上不会。在我们台上不变机会，这腿 OK 不错。十，九。屁股往前推，对对，放松了。好，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搬腿至少也要搬个一二十个竖着下来，知道吗？对手臂来说是一个考验。好，七。有小两天以后哦，头发散就散了。如果上课这么宝贵的时间你用来盘头发，根本就很快就耗过去了。你把腿耗好，当然可以给你撕。如果你不耗的话，我撕撕不动你腿。来，正正，往前推啊！你的后背别驼，对，身体放正一点。十五、十四、十三，哇塞，这是肉啊！我这个最近长肉的了，这肉飞出来了。十四。十三、十二、十一，再往前推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，画正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去。还有谁没撕腿的？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！看谁发纸托，来准备，好，放正啊。我们这个是舞蹈课的思维软功课，右脚往前走起，往上踢一下，走踢，对，画正，膝盖跟直。你们嘚嘚嘚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腿是什么感觉？腿说，哦，你以我为幌子在聊天，来走。你那根本就是无效的话，你现在手撑着，你在耗手，手说我受不了了。你在练手指干嘛？手指就已经很细了，你不要再练它了。蹬直，再蹬，放正。自己做一点点的固定，比如说后腿的固定，做一个胯根的固定，去有意识的做一些固定，我们才能配合得好，知道吗？啊，推起来。你看我一压你，就这样。你自身的那个稳定性在哪里呢？对不对？你自身那个稳定力在哪里呢？在哪儿呢？好，蹬直，蹬蹬蹬，膝盖外开啊，向外开啊，进，再蹬正，十五、十四、十三、十二、十一、十九、八。泡到你感觉你的胯一点一点落地，才是这个事情的果。如果你泡半天还在空中，还是手撑着，你做它有什么意义呢？咱们练习就是一定不能说光做一皮毛，好不好？撑住，再正一点。我这个性格有一点不好，就特别看不好，特别不喜欢就在我面前敷衍的人。就是比如说你就是明显就是在偷懒，或者明显都没有压到实际的部分，没有练到实际的点，我是一点都看不得敷衍的人和事，一点都看不得，就性格不太好，拉蹬直。但是我们对于小孩子还是要稍微那个，还是必须要的。那么有的小孩子受不了，有的小孩子老师太严太那个太苛刻了，对于细节的要求。再正一点，再正一点，正正正。如果我是一个可能啊，我说的可能是一部分，不是全部。如果我是去代课的话，
我也是，我如果很累的话，比如说现在腰很累，我可能就给他输一个输，就去吧。但他也练到了，我也给你看到我在练到了。但是我腰很累的，我就不那个。但是我觉得不要。如果我腰很累，但是你的量还没够的话，我还给你坚持一下。也不是说我都有多么的能坚持的更久，但是他在我的这个课堂上，他这节课没有变化，一节课可能看不出来，两节课你就能看得出来，三节课、四节课就能感觉到。尤其这种小课，我们更能够清楚的看到小朋友的一点点变化。哎，你是全程腿都是弯的，我怎么练你？我是练你家的胯，还是练你的腿，还是练你的脚肉，还是练你的手抓我的腿？你说咱俩练什么？还是练你胯能不能放正？我现在跟你做个玩笑一样，在这造型着，你能不能把自己摆正呢？我是帮你，但我不是给你一直，我全程每个细胞都管你，你得自己有自主的部分，我有能动的部分，这样咱俩才能配合这个练习，好不好？好吗？你把你的脚放正，胯放正，疼一点是正常的，每个小孩都酸酸疼疼，酸酸疼疼，酸酸疼疼是能忍受的。老师一直这样撑着，我跟你说，我真的一直在这样撑着，我骗腰骨。他们的练习我好歹也是这样的，对吧？我腰背起来了，你我真的是得这样，我真的得这样。可是你到现在腿都无伸直，你还一直追求侧耳翻、空翻、侧耳翻、空翻。我们镜头前的，如果一小朋友、大朋友看到，你追求的点跟你实际的练习，它其实是不太够的。老师，当然我改变不了他这个小孩，我改变不了他的想法。他还是依然会喜欢去侧耳翻、去空翻，他依然喜欢。可是他腿依然直在这里，依然直在这里。你看我刚才前面的小孩的腿，我是不是在这里？我是不是在这里？他不是我不练，他现在一直在拧巴着，拧巴着。啊，快点换一个腿吧，看一下。我说你不够，你不信，一直不信，不信，不相信，不理解。来，蹬直，胯放正。所以他们连续练的那些基本功的孩子，他不是白练的，他前面都是底力的那种扎实过来的。正正正，快点，没有那么多时间了，快点，蹬直蹬蹬，好蹬正，这样这小孩他会不想练了呀，因为他觉得我要练侧耳翻，我要练空翻，我不想练这个。你作为老师你怎么办？妈妈也觉得那我小孩不想练了，那怎么办？这都是无解的题。他无解，因为他是上了一二年，他上了一年级，他想考中考过，他想上中学，他考上了一年级，他想上中学，所以这个是你没有办法去讲的，你讲他不够理解，不能愿意理解的人永远都理解，他不能够理解，他喜欢，他就是喜欢，他喜欢到一个点里面去了之后，他要扎进去喜欢了，你没办法的，放正，一些逻辑他也不去听，不去跟随，或者说这个对他来说太疼了。哎，接受不了，就是内心的韧劲儿吧。哎，正正正，你别拧巴了，你拧巴我这都一直在跟你晃。他们我都在有效的撕，在你这儿我就在想办法让你正啊，让你正啊。我给你第二次撕腿了，今天。来，你鼻子回来，跟鼻子没有关系。这个撕腿跟鼻子和脸都没有关系，你把它放正，你耳朵腿去找耳朵后面就可以了，不要去揉它啊。那都是给你看的，就看着我好厉害，我鼻子都贴到脚了。来，蹬直，胯放正，十五、十四、十三、十二，又来手来了啊，手给你来了，十、九、八，你只要把腿能撕到这儿，你前桥剪得不要太漂亮了。你知道你的前桥在空中什么腿吗？都是弯的。稍微懂一点小孩都会笑话你的，稍微会一点侧耳翻都会笑话你的。练东西练的是长和直和远和漂亮，专业老师一看就知道，你这是追求什么？追求高度，就不追求它的质量。也不是说前桥就是很厉害，也不是说空翻就是很高的那种标准。真正的练习都是落到基底的，真正的练习都落到基本功里面去。二一好收去，你继续再拧巴，再去耗，再耗完再过来。再拧巴，再拧巴，一直在。我们明天早上还会有一些那个练习，你们自己好好撕，然后过来到我这儿做一下那个腰的练习，就是后腔练、前腔练，就是腰的练习。我们这个练习就是镜头前如果小朋友的话，不要模仿啊，不要模仿。
侧面若微小的话不要买包。来，这样这个角度吧，可以好看一点。那右下角伸过来，快来，来，向后长点，向前长点。要是要把手放在砖上，所有小朋友把手放在前面压在腿的砖上，对，不要放地上。五十个一轮，然后休息十个数，再五十个一轮，休息十个数，做三轮，换腿。好，走下来。数数的小孩是那个柳新瑞数，五十个数的大家集体把手放下来，然后活动一下。一，往近一点。二，再近一点。三，啊，后场两直接搬走了。四，往上蹬。好，走。五，一二三，走。六，渐渐的站起来。七，手劲太大了，立住。哎，这就不好，这就叫不好，知道吗？就是如果你能够站起来，但一下定住，那叫好。刚才这个叫不好，啊，立住。十，好，然后做一个那个后仰两下胸罩练，走上。十四，十五，十六，你上蹬，保持那个。十七，收紧脚腕子压。十八，十，对，膝盖要稍微直点啊。九，二十，好，收。二十一，倒立，来，再退一点。二十二，二十三，二十四，后面腿再延伸。二十五，二十六，一直，一直，再往上走。二十七，往下。二十八，再来，好，稳住，想象在空中能够多停留一下。你是起来这么高。手腕这儿稍微给力，如果你撑不住的话，你胳膊稍微可以稍微弯曲一点点，知道吗？走上。三十三，三十四，三十五，三十六，上。三十七，三十八，好，然后捏侧手腕。九，对，做到不好看。调整一下位置。来，说要数，好，二
来走那个倒立，倒立。好，收下，再来一次。29, 28, 27, 29, 30, 找到停留在空中的感觉啊，停到2到3秒，停顿在空中，好吧？我松手，你停住啊，我会保护你的。下。你觉得刚才那一个失败了，哪里有问题？你要自己知道，你不知道的话等于白做了，浪费你和我的时间。40，来，预备，走，侧翻。42，哪有问题？手有问题？45，来，再来。46，再来。脚是有绝对的问题的，预备，走。48，好，定住啊。50，手也有问题。脚的问题一般是因为手的问题带来的，因为他这两个手没有在绝对的一条直线上，再往上面这儿收正，收正这条直线，绷脚尖，然后你的脚的落点应该在这个方向，这个脚落点是顺着上面来的，你不可能打到我的，所以我头看到你这个方向来啊，预备，走，七，看你落地老是弯腿，一直是弯腿，你还没落地你腿都开始弯了。这么好的条件就差不多练了，都给他们练习。下一个是谁呀、啊？下一个小朋友是谁？快来快来。好的。刚才我那个我早上那个车子，我就说那个就等他们那个车走，我就可以停进去了。我们之前停车太难了，走下去自己走，后车练。就是什么状态？你这是？先下来走啊！不用问，走。我们都练了很多遍了，不要走。16，17，那一个车在了三个车位，我说18，等他走了我就停进去了。19，可是我今天一直在上课。20，好，前桥面。22，23，你先接胸到力。24，25，26，27，27，你可以不要这样做。你就直接下来，别怕嘛。你下来的时候微微侧一点点，你的鼻子跟你的侧脸只需要侧一厘米就行了，你不会压着鼻子，你稍微侧一点点就没事了。这个距离只要侧一点点就可以了，你不用刻意的啊，别压了，鼻子压了，你这样。
这样。38。然后下来的时候稍微弯一点点就行，巧妙的弯一点点就可以了。预备，走，下。41。嗯，上不去。老师，你让魏景阳第一个正常的。是吗，梁梁？快点，快点。每次第一个的时候就快点。预备，起，走，上。48。49。站起来。啊，站起来。这个人怕怕了。10 9一二三九七八，好，你坐下腰，站腰，就是下腰下颌起。我们今天肩周肌小疼的话，不要模仿这个动作啊，不要模仿。三，这样看，等一下。二，后往后卷。一，你下呀，护着你了，我好几百斤，我下去看。哎呦我天哪，你不要把它坐上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很好，加油，快。六，咋的？我没下力呢。下去。你要落地呀、啊。手掌心落地。撑地，我走下。11 12 13。我不让你点地。14。这叫下，这叫起。16。看，脚软没开。17。哎，你的问题依然还是问题，软度我们是练了，可是你的力量还是不太够。20。你知道了吧？20。这力量都不太够，来发力。够啊！谁的树杈跨歪了？是不是那个最里面那个小朋友的？是不是最里面那个？我在休息吗？谁在休息？我都在休息啊，刚数完啊、哦，在休息啊、哦，他们在休息。你是跨歪，我是刚耗完50个数。他们刚耗完50个数在休息啊。收，来做倒立。好。
我们早上有东西需要，我们那个老师他最近身体不舒服，生病不舒服，所以没有在前台，真的是太需要一个人帮忙了，走倒立立柱立正，只需要帮把车挪到车位里，就这么简单的事情。哦，那就不错啊。我们那边做完了，我们那边已经做完了。你们总有很多号玩了是吧？我们两个刚刚不是跑去你们如果号玩了，我教你们，就是你们这个踢腿踢高点，踢到头顶上了，踢，这样站踢啊。你们号玩了对吗？好，站踢，站着踢，然后旁边我之前教过你们了，你们之前不是没练吗？旁踢到头顶，不够，再踢高点。刚才你们热身的时候是踢到这儿。这个手机是歪了吗？放一下。不用扶的，直接就走，趴会员。开始这样。怎么说？立住，往下，走侧翻。好，我们今天的这个早功课就结束了，就下课了。他们自己来做一个那个旁腿的旁踢。大家如果想看我们的这个软功课呢，明天早上可以过来。明天早上10:20，我们有这个直播。那我稍后我就关掉了啊，稍后我就下播了，就关掉直播了，因为我们后面是大课。就是这个年级的小孩，哎，学员要去哪了？就这个年级的小孩，哎，这个就是高一点的、大一点的，他们的常规课，
来，你们好好了吗？把垫子的砖都收起来吧。好，看一下啊。好，看一下啊。卡顿，卡顿。那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在这个方向，关注一下明天早上我们还会开启直播的，今天我就下课了啊，正好底下有那个车子要回到原位，所以我要去挪一下车子，然后后面的课是10:20开始，我们就因为他们班是抠那个舞蹈的比赛部分，所以我就开不了直播。带了吗？穿过来，全部带了，全部穿过来，那么说所有人都穿过来。嗯，谢谢大家的关注和陪伴，我们可以点关注，明天早上10:20我们还有这个公直播课，我明天早上10:20也是，但是没有他们班的基础久吧，他们班的基础会久一些，会更好一些，我们这会儿就下课了好吗？大家还有什么想问的，我看快速看一下，你看我们下课就快，上课也快，快速开始，快速到时间点下课，这是铁律啊，我们很多年了都是这种情况，早上几点上课几点下课，今天是从早上8:40要上到10:10，然后10:20再到10:50，下午是1点一直上到晚上8点，下午是1点到8点。嗯，好，那我今天就到这儿了啊。